好了，各位观众早安，今天来到了我们这个2024年游戏王世界赛最后的舞台，由去年的两支冠亚队伍再次对决。那究竟是我们的 Snipe Hunter 时会卫冕呢，还是这个 Team Seven 会逆袭成功？终于，决赛的是不是有变化？真的Final 哇哦，酷哎！要去年我其实没有看完整。好，那这边由 Team Seven 的队长先攻，下方选手先攻。篝火启动，被回流了。那看起来会是一个这个阎王内战。通招小蓝，然后特招炎灵，这个一卡洞的水准还是有。哇哦，居然在这个最终的舞台抽到这个现一卡，很厉害。那么印象 Josh 他的阎王构组呢，他是有挂一张笑分，另外会有带一张陨石，所以如果这边能在后续救济出来之前出陨石的话，那是很有机会翻盘的。好，日光狼连结完之后呢，可以去检索墓地的一张岩鼠，那一般来说能拿到灰柳是最好的。这边做一个抽码，值1000，抽一张牌。好，接着出神功两档。那在上一把对决里面呢，这个神功是后来被谁解掉了？被这个黑魔女解掉了，因为攻击力实在是不够。圣域抓场地，那这边就会开始做阎王那边的走了。然后看一下墓地的话，目前还没有出到 IP 啊，所以可以等一下，看后续阎王最终的场面长怎么样子。那如果特招这次的话，神王烧可以抓得到吗？好像还是抓不到。对，象主在墓地，出了一个 IP， 那这样的话，两个怪兽党外加墓地的一个资源量，救济拉蛇眼 TIP， 然后再来是阎王圣域会有一个加速超量的效果。哇哦，他这边选的跳象组，最终牌面是两个效果党配合象神救济在墓地。那现在教学想要过这关的话是蛮困难的，可能会需要到用到三战之财。孤岛先启动，我上方选手他另外一套牌是来抓尤贝尔的，所以不会轻易的拿出来。好，那这边 Ryan 是把两个效果都消掉了，象头神的效果挡外加上这个神功的一挡。好，炸完的话，墓地复活的话，那这样 IP 还可以做，还可以 link 出小夜丸，再做两个干扰。
好，那这边墓穴指名者启动了。那对象的话是Link 4。对，如果小夜丸如果直接清掉孤岛的话，那全场可能就会被炸光了。因为这样会有效果是送墓的情况下，哦，哎，它是限定送墓，所以被除外不行。然后又看到了我们的黑魔女，那这边很明显的效果挡可能要交了啊，不然会被战破打掉。没有想到这边看到无限炮影，那先看一下驾驶要不要选择近战接，先把这个处理掉。啊，完了，是因为场地没了。这里选择蛇眼贴小蓝，结束这回合，剩下一张手牌，而且象主在手上的话，就算有手坑，好像也没什么机会。那看起来。决赛的第一把就没什么悬念了，但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是团体赛，所以是九场里面拿下五胜的一方会获胜。手上是刚抓的大鸟啊，谢谢。那这样目前场攻来到了8000整，哎呀，那现在这边就是稳定的做台面。你们看能拉个小蓝，只能下抓了一个小不死鸟，可以检索一个魔线。好，战杰，那这边很快速的由 Ryan 抢下了一分，很快速。好，那我们这边可以赶快把战局转往到第二场的选手，又接了那个 Sniper Hunter。伊玛阿姨这些选手呢，他会用旅鸟或者是用百夫掌，看有没有机会他由他拿下一分。今天我们期待的局是什么？是进入到这个3-3的局，然后最后三把。好，那有 Sniper Hunter 的选手先攻，那他们的先后攻都是用骰子去决定，就是当下掷骰子。没有想到在这里是看到了我们的百夫长，那他是有带，印象中有放神筒，而且他的构筑呢，他有放生命咒，有机会做8星的 PSY 去拔对面两张手牌。那这样的话，顶多做一个12星的药变龙。好，那他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强力的荷鲁斯一世坏，这个后手突破能力也是蛮强大的。好，那这里他会给一个效果是，直接将对手的怪兽卡直接送墓。除外拿贤僧，通招莱诺哈特，这边堆3张，喷3完之后金堆。那另外看到了架桥是送到墓地，所以又获得了一个额外的资源。好，那这边生命兽的话是限制到了我们的 Harvness。这里如果可以再出一个12星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出到这个
捷克的王牌，十二星全场除外那种。那这样同样是有办法限制到我们的王之冠啊，这边只有办法出到深渊女男爵。好，但是下面的资源量来说还是太强大了。再连丢一张手牌特招，喷三喷到了魔龙，哦哟，完蛋了，完蛋了。那魔龙这边起跳的话三星，但是这里又吃一个碎冰手，哇，手上有两张啊。如果魔龙特招起来的话，有机会做到啊，可能三加七，也蛮棘手的。那这边的话，小偷起跳，但这里居然是遇到了有鬼兔被炸掉了。哇哦，那幽鬼兔这边炸光的话，这样子赛莲似乎是没办法开到它的效果的。哇哦，反而是上面的选手这边阻挡性很强哎。左臂代价，然后这边可以拿出割草，割到十二张。那如果说有割到什么白雪之类的，很关键。是有割到一个红人鱼。那同时有割到赛莲，所以有办法去做出奇多。仿佛回到了一年前，各位，太厉害了！这边上手玩检索，莱诺哈特再一张，分两张，那外加是直接墓地融合。好，那这边的话是配合了场地去炸一张牌。不过下方选手的战绩用掉了，所以他可以做出最大场。哎，居然有白雪在墓地！哇，那像宁可直接刷爆嘞。好，那看一下他选择跳莱诺哈特，开过效果的。这里奇多效果喷五张，喷到了魔龙。哎，他居然带两张魔龙哎，有一张被除外了，我记得。哦，还是他被洗回去了。那战力魔龙看有没有机会配到七星吧？我记得他手上有红人鱼，所以只要除外墓地的话，三加七出星光女男爵。那就可以把场面的一些卡解干净。真血功的话是双方喷四张，然后可以复活其中一张牌。哦，是王龙的离场效果会回牌组哦，谢谢。好，那这边的话选择一个三星的协调，那甚至他不用支生命值就可以直接做一个三加七做十。好，红龙鱼特招成功的时候喷三张，哇，这边居然喷到了点阵，但是可惜满场了。好，星光女男爵十七啊，一速可以炸一张牌，然后有个三色挡。哇，听 Seven 这一分拿下来的话，就两胜嘞。而且在我们比的同时呢，另外一边可能已经结束了一把。按临时抓墓地，而且这只送回去的话，我记得做素材的话不会是送墓。女男爵针对的是负烙印，让他没办法从墓地起跳。同样是可以让对方少一个抽卡的资源。好，小叶看要针对谁，场地可能是一个选择。
好，那现在墓地30张牌还可以跳白雪，所以他选定张白雪呢，成为这个墓地坑。那现在上面如果抽到超重那边的话，还有机会一卡动，但是他要先过星花女男爵，还有小夜晚。好，那这边荷鲁斯的资源还在哦，他墓地还有一张，然后有没有第二张？两张。百夫返场的能力如何？中，它是很多一卡动的东西的。墓地除卡之外，然后可以把百夫长同步怪特招，哦，但是被地天使给干扰到了。还有地天，然后墓地可以做的一个资源的话，剩下一个本家怪在墓地。好，那本家怪回家之后呢，可以炸一张牌。哇，现在三方选手很难受啊。如果做操纵那边的话，一样会被三色抗给盯到。好，那这边的话逼白雪起跳。那这边小夜连锁的话是做一个除外。白雪起跳完的话，可以针对身边兽，然后把它盖起来。那现在下方还有一个三色挡，外加啊喷散已经用掉了。起跳特招上升四颗星。哦，超重是因为墓地有魔线了吗？好，那现在是下面把全部东西交掉了，剩下手上两张，我记得有一张是莱诺哈特，另外一张不知道。哦，手上有个八星，表侧的一张卡片，宋木发动特招。哦，这边出提风，提风发效果的话可以弹一张牌，但是下面的资源还在啦。他只要王之官没有被处理掉，他就可以把墓地的卡一直复活，然后。这一张它会有一个额外效果是，由场上的卡离开之后呢，依照我方主要的卡片数量啊、种类去抽牌。啊，它其实每一只都有额外的效果，像啊像是这一张的话是会强制送墓一张，有一张很狠、欸、有一张是直接干扰对方墓地。那下面的话，墓地二三张有白雪，有小夜晚。
荷鲁斯强的点是他可以把废件丢掉，这点就很强。那先提风战场的话，双方不能发动攻击力3000以上的怪兽效果。好，莱诺喷3，然后再金堆一张。这边消防选手的话，剩下2张。好，弄出了第2张白雪 ，OK， 白雪第2张出来了。那现在有个状况就是，等等深渊兽送木的时候呢，会把一只怪给处理掉。好，可以开效果了，各位，3000以上。现在是赛莲有一只死掉了，然后三星的人鱼也死了，所以下方是这一趟不能再做融合，他只能做 link 或者是超量。好，3200神功，哦，就是衔尾蛇，哦，9400的攻击力。谢谢 JJ 揪团。那目前这边是2024年世界赛的现场，目前是打到了第2把。那这样的话攻击力应该是很稳啊。9800打头 ,OK。去年的亚军拿下第2胜了。啊，我相信第3场应该已经打完了。该不会3-0吧、哦、真的假的？哇，去年的冠军被3-0，我的妈呀！第1把是内战，然后第2把是百夫长打擂族，第3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个休息时间。这个规则是先5胜的就冠军，所以再2把就没了。我希望这边去年的冠军3-0对面，然后打中盘，超好看。那这边是由 Team7 后攻。哎呀，这边吃狙，很尴尬。那变相他可能只能做哀唱妥协，就这边拿男人，然后这边还吃灰流。哎、欸，不过这个灰流有没有机会交在那个莱诺哈特那边？就是莱诺哈特可以给他通招，因为他这边一定会妥协嘛，就是做哀唱换人。哦，盖3张。我操！哎、欸，是下方赢嘞、欸，那他怎么过的？通招 Link 1，出独角兔可以防笑破，然后这边附一个实心，抓苦痛，好被处理掉了。哇，这边二速炸漂亮，躲过了。那哀唱至少可以让他去防止多抓一张牌。那等一下就看一下喷5张的后果会长怎样。那我记得下面选手是有带那个3阶的那张的。哇，这个灰流，他手上2张灰流、欸，
好，再一个死心特招，再配一个尤贝尔。那现在未知数还有两张啦，有一个可能会是残响嘛，但是没有本家怪的情况下，残响没有用。好，小智绵羊，然后墓地的话可以有东西，有龙怪的时候起跳墓地，出双子特招，然后这边做超量，哎，这边选择做破泄神，破泄跟对面超。连结，这样至少可以防他出连马鱼子，就少一个令和值。但问题好像还没有解决掉。为什么他什么都有啊？好，最后的喷山没有用，他手上还有解门。哦，是刚刚抽到了。真的去帮他抽到了，好，好会打游戏，好会打牌啊！连马愚者，5300的攻击力，6700，好，又是一滴，打第二张 ，OK， 日元处理掉的话，那上面是几乎不可能逆转，太难了。真元拿莱诺哈特。然后通招被挡，狙击是你打。因为他会离场的关系，所以哀唱看不到。就算哀唱启动，他手上还有这个，可以二速炸，然后再配这个炸，杀人要诛心啊！台主有个公布了，但是是由这个实况主公布的。好，恭喜 T7 再下一层3笔。哦，对，有妖精护者，就是方子，没办法指定双指妖精的效果。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队长好了，现在帮我们的 Sniper Hunter 加油好不好？因为如果这边输两把，游戏就结束了，没有后面了。好，那这里嫁娶他第二个牌组是白银城。但是重坑类型，但很可惜他没有收到先攻。哎、欸，但对面卡手了，对面是做一个姆多拉，他要面对到什么东西？他要打阎王哎、欸。这个通招他是变成墓地坑了、啊，就可以把对面洗回去。好，那么这边炮影的话。防止了墓地坑。好，仙影卡抽到了，所以这样的话，黑魔女轴那边是可以启动。哎、欸，这个东西它在墓地还可以帮忙抽一张，很夸张。然后这时候没丢狙的话，应该是没有守坑。就算有灰流，他要交的时间点也蛮微妙的。好，蛇岩场地可以 set 一张本家怪，选择蛇灵、岩灵。第二墓地理论上会拿小蓝吗？或者是阎王走也可以。Okay, 小蓝特招。而且上面的通招点还没用掉哦。那如果说上面有办法做到 Link 4的那边的话，
他等于是把姆多拉卡住了，然后等一下做四海龙有机会回杀什么。哇，圣域也拿到了，圣域 set 场地炸一张，然后检索，然后这里还可以抽一张，血烂了。姆多拉打掉，没有，我的想法是四海龙效果，然后把它洗回去的时候救急起跳炸它，然后就咚咚咚三拳，就是目的已经没关系了。我是这样想。但理论上泪珠动点很多啊，他只要抽到任何一个荷鲁斯的东西，他就可以八加八了，但他没抽到。他动点至少有十几张，他都没抽到。很想知道他的手牌。而且牌组公开的情况下，对方不可能有陨石、啊。可以起跳，好，近战接。抱歉，泪珠，你是灭不了火的。谢谢队长拿下一城。OK， 目前比数3-1。那我们比赛转到第二场，我们看 Ryan 的，看另外队的队长。那 Ryan 是对上了，赢得好快，4-1了，各位。那我要看这里。啊！怎么可比气？不能输了，不能输了。OK， 那是由 Snipe Hunter 先攻，他可能是百夫长。OK， 百夫长，那有至少做到一个12星。那看起来他是没有操纵那走的。所以这个阵可能没有到这么大哦，顶多2-12吧。那上面选手的选牌也蛮特别的，他是第二套牌选择驴鸟。OK， 12-12搭配三张后台，一张已知资讯，两张未知，那可能会有木屑指名者。OK， 这张大家应该认识吧？OK， 炮影没了，后台少一张，但至少会有一个12星的赤龙。他不能加速了，雨炫你也有。OK， 皮尔利很会玩。那现在我觉得可以稳稳的做大黑。好，这边小黑还可以，还有那个防指定效果，不会被笑分。幸福哦，那这边会战破，然后去抓资源。啊，你看有笑分，场地可以给特招怪护航，但是通招没有。好，那这边的话先撞一个，
触发效果，然后抓美味回忆。哦，要回杀了吗？因为这边可以让对手防战破，然后他就可以无限扁他，降攻扁他，降攻扁他，一刀。哎，等一下，如果这好像要赢嘞，游戏结束嘞。这里抓两个玩球贴上去，再扁一拳，第二拳2800，再发效果玩球，第三只棋再下200。啊，干嘛站着？棋没有想到最后面会是玩球加上贪吃的一个回杀，游戏结束。5分拿下，恭喜 Team Seven 光速结束比赛，没有悬念啊，后面不用打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主台了，各位。因为对面他会在思考说，为什么刚刚站着？リベンジが果たせたと。リベンジを果たした。ライアンも泣いている。アベンジ。このあとチャンピオンチーム、まずはトロフィーを掲げに向かいます。其实纯爱的那一手回杀，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对面用什么牌组，要两个猜一个。所以，勝利を讃えて。然后那个纯爱说出来的时候就小尴尬。那他的连招是冠军连招，哎，超扯的，雨扫配雨卷，超强。チャンピオンに輝いたのはチームセブンです。リーダーのライアンがトロフィーを掲げます。世界一強い。すげえなあ。2回目の世界チャンプですね、ライアン。そうですね。2017年ぶり。はい。個人的な女子コットンはこれまで WCS もいっぱい参加してるんですけど、初優勝なんですよ。あ、そうなんですね。タイトルはね、WCS のタイトルだけは取れてなかったんですし。でもこれで完全に勝ってた。YCS も勝ってるし、WCS も勝った。はい。それがジェシーコットンになりました。さあ見事優勝に輝きましたチームセブン。この後、選手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へと移ります。2階級制覇はライアンが初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はい。小学生の冠軍名称、有奖品という観点で見れば、すごいな、強くなり続けてますね。いや、この先の遊戯を背負っていくプレイヤーになりそうですね、ライアン選手。我记得驾巡的队友保住。まずはインタビュー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はい。OK、采访时间。那这边会中日翻译，不是，有日文翻译。Your Yu-Gi-Oh! Master Duel World Champions! For the second year ever that Master Duel has been present at WCS, you pick up the win, which was a rematch. So Ray, I want to start off. Revenge against last year's champions, as this was the sequel in Seattle.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this year? I feel like we definitely wanted it a lot more this time. Still feeling the emotions, but we put in a lot of work, a lot of late nights, and I want to thank Ryan for bringing me back. 今回が2回目の、マスターデュエルの世界大会となっており、まあ、去年のリベンジを他说很感谢 Ryan 把他带回来这个队伍。まあ、今回、その気持ちについてお聞かせ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彼としては。去年より今年の方がやはりもっとこの優勝が非常に欲しかった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この仲間のライアンにものすごい感謝の言葉を述べたいと。It was awesome to have the band back together. Jesse, we'll bring you up next for the question. Thank you so much, Ray. Jesse, if you can walk over here, what a year that you've had. 这个是把他们带到冠亚的工程。没有他就没有冠亚。It is very heavy, so I don't really wear it, but I do have it in my pocket here. I'll slip it on. As well as winning a YCS, there we go. You got the ring.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your year individually, and then what this means to win this world championship and end your year like this with the team. Getting second last year, while we obviously were super proud of it, it was also like
like anything in all of our careers, we're people who, when we get knocked down, get back up and fight harder. So this last year was fighting super hard to get there. I mean, I've won two YCSs on top of that as well. Like, it was nonstop. We got to practice and make sure we can get back there.まあ、今年は何度も他の大会など UDS や YCS や他の大会など優勝して、まあ今年はすごい1年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が、まあそれらを振り返って今回はどうでし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した。まあ今回のやつとしてもいろいろと2回目というところでいろいろ努力して、まあこれまでにも2回も YCS の方を優勝してここに来ておりましたが、まあそれも勝てて非常に良かった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Thank you so much, Jesse.Now it's time to bring up the team captain. 他是说 Jesse 在 YCS 也拿冠军了。Well-deserved, well-earned. 我听错吗？ I want to start off by going back 1 year. Last year in the finals, you weren't able to pick up a win for the team, but this year as team captain, you qualify in, you get the band back together, and I just want to ask if you could get a time machine, go back 1 year to talk to yourself after that finals,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self to give encouragement for this year?I would say, like any good team, I was lucky to have Jesse and Ray to help work through the loss. I remember Jesse specifically told me that you have to get back up, and then we started practicing. Like, as soon as we got home from Worlds last August, we decided, even before they annou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Duelist Cups to qualify for Worlds to make the system a bit like more forgiving, we decided like we're going to practice year-round to win the WCQ.So we were testing like hours every day leading up to October and December. So I'm just really glad that we decided to try again. We are too. 去年は残念な結果に終わ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が、まあ、今回の大会ではチームリーダーとして出場し、それで優勝もして今トロフィーを持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が、去年の自分に伝えたいことなど、去年の自分と比べて自分はどう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という質問でございました。まあ、それで、まあ、去年いろいろありましたが、ちょっと仲間たちと一緒に仲間がいろいろ励ましてくれ、それで今年に向けてもいろいろと仲間と一緒に準備をしたとのことです。你可以把冠军奖品卖掉。もうこの世界大会の予選のところからもう一年中練習をずっと続け、まあ、彼らに励まされここまで来たと言っております。And final question, Ryan, as team captain, what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give to all the fans out there that were cheering you and the team on along your journey to this world championship? Just thank you to everyone, especially my family and friends. My mom. Hi, mom. Yeah, I'm just really grateful for everyone's support.やはり、チームキャプテンとして優勝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皆さんに応援してくれているみんなに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はあります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やはり仲間だったり応援してくれている人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自分のいや、我觉得最棒的奖品是什么 ？ND 的头像。Thank you so much, everybody. 天气遇到的时候，对方都吓到了。Your Yu-Gi-Oh Master Duel World Champions.And with that said, we're going to send it back over to the casters.